级汽车。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啊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啊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掉下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。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一起守护了正义，超级汽车
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，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捉起来！后勤车一礼物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捉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马砰砰砰。打中了！受伤了别害怕，救护车最有办法，围着你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没错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会来到，轻轻松松去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们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。
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啊。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。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超级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。哼，看我的！啊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。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啊！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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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捣蛋的球球车。嘿嘿，有命啊！
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被一辆奇怪的汽车攻击，它会喷球啊！妮娜，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，我需要帮助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亮色出租车，妮娜。野地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球球，大球球，飞呀飞，弹呀弹，通通通通通通，大家快躲开！出租车来帮忙，大车轮咿呀咿，砰砰砰砰砰砰，球球全踢开！挖掘机来帮忙，大车子转起来，哐哐哐哐哐哐。搞定了，到！看来先得搞定它。看看我的大车轮，大球小球分给你，转转我的大铲子，强壮有力气。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跳呀跳，跳呀跳，向前追不要跑，最强一击。你救了我们，也多亏了酷宝帮忙。咦，酷宝去哪了？我在这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，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好可爱。
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啦！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真是太臭了，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。好臭呀，汤婆婆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。乐嘟嘟都被臭晕了，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，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！我的头发臭了！我全身都臭了！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！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。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！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！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晰。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森林营救行动。
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！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，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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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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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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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花都车们到底在哪儿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别害怕，我们来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，大树，大树。不断倒下，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，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冰企鹅大作战，酷耶！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卖了。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
哇、哦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？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起落起落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空空空，冰枪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啊困住啦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哈哈哈，那当然。愤怒的蜜蜂。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。好多蜜蜂。快跑。救命啊。皮皮小心，
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火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想想想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了吧，快跑！哇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幻城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。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刮呀刮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车节真是太热闹了。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伤心的美食车，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！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哼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？免费？我要一个。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啊！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装着蛋糕哟！啊，有情况！来了不开心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！啊，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，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
变身，梦幻美食车纳米，跳跳出租车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伤心没失车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快走快走。